利用新山和富村的季节，一起赠送全国安乐润世界的祝福。安乐在《国粮经》中说：“你们当人先祝福村你们的祝发出的石油和那与天地同观的，以为敬畏是预备好的乐园。敬畏的人在抗乐设施时，在艰难设意施时，且能易怒，又能受人安乐设喜爱欣赏之的。我见真文物废书唯有安乐独一无偶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，即其师侄，安拉的赐予一些日子在其他日子里所没有的恩惠和惠赐，这就是有时许多恩惠获得到安拉的赐名，善心的回报。加倍的季节，安乐鼓励众仆人持续不断的顺从他，接近他。因此，有利益的人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季节，奋力的行善，多多服从安乐。或许他一方获得到。安拉的赐名，正如穆圣所说，安拉在你们的日子中有着许多恩惠，因此你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的欣赏，或许你们一方得到一个恩惠，永不回到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在这些吉祥的日子中过着一个最好的，有着许多吉祥和恩惠的季节。在安拉看来，任何日子的善行都没有比这些天更为高尚。这是吉祥的日子，因此安拉特生了这些吉祥的日子的节日。穆圣曾在圣训中指出这些日子的地位和高贵，其中包括：一、安拉以这些日子发誓，正如安拉所说，这一黎明与射夜与偶数和奇数，大多数建筑学家们认为射夜就是夜里十二月的前十天。安拉以这些日子发誓，证明它的重要性。这也表明这些日子的地位之高。而这些日子就是规定的若干日，正如安拉所说，并且在规定的若干日内纪念安拉之门，而屠宰他赐给他们的牲畜。这些人中有着很多在其他日子里所没有的功勋，如礼拜、施舍、斋戒和抄经，所以穆斯林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奋力的欣赏。在安拉看来，任何日子的善行都没有比这十天更为高贵高尚，没有比这十天更为贵重。这些日子是印象为善的舞台，因为众仆人在这个月人前恭候的长城信山已接近安了，也是今后粮食获得
救赎之路。正如牧师所说，在安拉看来，任何日子的善行都没有比日时间更为贵重。贵重，生命的滋味，安拉的事实啊，为入道奋斗也比不上吗？事实说，为入道奋斗也比不上。除非一个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为入道出去，而一去不复，不复返。因此，每个穆斯林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，奋力的行善，多多服从安拉，也接近安拉。在这些日子中，仆人接近安拉的最喜欢的善功和功修之一就是抄经。凡能履行到天方的，人人都有为安拉抄经天方的义务。安拉说，抄经的月份是一个可知的月份，凡在这几个月，在这个几个月，在这几个月内，学习抄经的人，在抄经中，当记出一次恶言和争辩。抄经是伊斯兰教五的功修中的第五功修，抄经是赦有一切罪过的原因之一。正如穆圣所说，睡去抄经而没有犯错误，也没有犯罪，那么他回家时就像穆圣生下榻的那天一样。抄经是一个叫我们没得遇的机会，因为穆斯林去进此旅行抄经时，他常常重视敬畏安拉，同时战胜自身的私欲，并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也是一个人具有美好的德行。例如，无私奉献、远离自私和吝啬，抄经也是穆斯林具备严肃认真的品德。履行抄经以后，抄经者应该设计预备伊斯兰教所鼓励的节日和道德。抄经像一所学校，大难造就真正的男人。我们强调，抄经崇拜是宇宙的和平使命，抄经是和平和安全的共修之一。因此抄经者在抄经中当一出因此恶言和争辩，抄经者在书写期间不要再杀所活的废青走手。正如安拉所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内，不要再杀所活的废青走兽。除了废青走兽以外，教人者也不要砍伐树木。设置在麦加解放的那天说，这个城市也被安拉定为禁地，故不得再次的砍伐树木，猎杀生灵，也不得捡拾被鬼食在吃的东西。捡取鬼食污染人灵者例外。毫无疑问，超人是穆斯林不伤害众人，不宰杀废青走兽，也不砍伐树木。穆圣告诉我们，穆斯林就是使众人从他的语言和行为上得到平安的人。穆圣再次超言说中说，
穆斯林教师是众人从他的语言和行为上的和行为上得到平安的人。不仅海大众圣门和在场的人才是真穆民，在这些异乡的日子中，这些是仆人接近安拉最伟大的善功和功修之一。这些是一种软为安拉的称牌，安拉将亲自回赏。日子也证明其重要。正如先知所说，安拉说，阿当的后代的所有善功都是为他们自己，除了这些是为了我，和我将亲自回赏。我又说，只要有一个人在入道上分斋一天，安拉就以这一天让他远离或逾期十年。因此穆斯林人力所难及的分夜里十二月前九天的债，因为分夜里十二月前九天的债属于安拉所喜欢的善行，特别是不超经日分阿拉法特日的斋节，即夜里十二月九日。因为穆斯林说，这天的斋戒去过去一年和当年的罪过。阿拉法特日是世人将被证明之日，也是从火狱中放射和出牢一切人过世的日子，也是解除痛苦和大人祈祷之日子。阿拉法特日，安拉在天前面前炫耀入阿拉法之日。正如穆斯林所说，没有一天能超过安拉舒放火于愚民的日子。即比伊利十二月九日更多。安拉也特恩临近你们，并以你们炫耀的给众天显说，这等人还动摇什么呢？阿拉法特日，安拉也为我们成全我们的宗教，也完成他所赐我们的恩典。因为犹太人对奥马尔说，穆民的领袖呀，你们的经典中有一段你们经常念的结文，例如是我们犹太人，我们定会把下降刺激经文的那天规定为我们的节日。他问你说的是那一节经文，他说今天我以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，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，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。奥马尔说，我们非常清楚这段经文下降的时间和地点。此段经文下降的那一天，时日刚好在阿拉法特山上，巧，这一天是穆斯林的逾历日，穆斯林应该利用这些异乡的日子，奋力的纪念安拉，因为纪念安拉是心灵的师门，也能使人内心定睛，并始终心中有主。安拉说，他们的信心因记忆安拉而安静，真的一切信心因记忆安拉而安静。安拉的事实说，所有日子中安拉所喜欢的善功莫过于一日十二月的前十天，
因此你们应该多念万物非主为有安拉，多说安拉之的，和多多赞美安拉。欧玛在入密那时，在积极的展喷力念着的赞词，在清晨词的人听到时，跟着念的赞词。大街上的人听到时也跟着念，整个弥勒山成了念的赞词声量的海洋。Ibn Omar 在入弥勒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在礼拜后床上让本礼椅子上或者坐日等等清静下，无不在念着的赞词。因此穆斯林在这些日子中应该大声念着的赞词安拉之的。穆斯林说，我告诉你们一件最美好的善功好吗？它在你们的如看来最俊杰，在你们病期中最高，比你们射射精今年更好，比你们遭遇敌人相互厮杀更可贵。润弟子们说，那太好了。他说纪念安拉，我说了以上这些，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安拉，众世界的主，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二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的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各位穆斯林，在这些日子中，再生向生是仆人接近安拉的最伟大的善功和功修之一，他却是安拉的表示，也是穆罕默德圣心的经书之一。安拉说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谁尊敬安拉的表示，那是心中的虔诚发出的。曾有人问安拉的使者，主的使者啊，这再生是软归我们的教育吗？穆圣说，这是你们的祖先伊布拉欣圣人道路。穆圣说，在生日人们所干的功修，在安拉看来捐别人和亲学更可爱。复生日一些祭品都将带着脚猫鸡血现前来临，血液在落地之前也在安拉确前的一个地方落定，所以你们当心亲属唱的再生。再生是社会团结互助的一种形式，它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，亲爱及亲和不爱。穆圣说，你们说做相声不要寸方超越三日的相声肉。来年大家说，入的是日啊，我们仍按去年的做法可以吗？穆圣说，你们可以吃，可以招待人储备等，因为去年人们遭难了，我欲让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他们。如果人们不遭难，那么他们可以吃，可以招待人储备等，但是如果他们遭难了，那么他们不要寸方超越三日的献身肉。穆斯林印度的事实，这当然是给穷人和病们带来喜悦幸福和
快乐的原因之一。安乐鼓励自己的中仆人随时随地施舍。安乐说：“信道的人们啊，没有买卖，没有友谊，不需说亲的日子降临之前，你们当分是你们的财产。不信道的人，不信道的人确实不易的。”木心说：“世事不会损失人的财产，在当今时代，我们应该为了公共的人体利益而团结互助，从而共享合作的果实。我们都要仁慈的对待我们的同胞，要爱人如爱己。”正如穆圣所说，穆斯林皆为弟兄，既不能相互迫害，更不能彼此出卖。反帮助其兄弟日，安拉必援助他，设替穆斯林解决某一件困难，安拉必解决其在某日之困难。说一笔后，一穆斯林兄，一穆斯林弟兄之，安拉必庇护谁？又说，凡是穆斯林都要施舍。他就问：如果他没有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：他双手劳动，自食其力，并施舍。他再问：如果他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：你帮助有急需的人。他再问：如果他也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：他们人行善。他再问：如果他还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：他日人作恶，这也是事实。主啊，祈求你援助我们纪念你。主啊，祈求你援助我们纪念你，感恩你，虔诚的崇拜你。主啊，祈求你援助我们纪念你，感恩你，虔诚的崇拜你。